钓虾场的地图。钓虾场，然后这边这是 ATT here， you cross Keelung River， 基隆河 ，and here is 基山 Road， 智山路 ，for 钓虾场。你可以拿着这个地图去找钓虾场，但找得到才怪。谢谢。啊，这边给你有没有看？这是这不是格力新光啊？就是应该不是你自己我画的吧？我画的。哦，请加油，请加油。저는 fans 입니다。哦，헌쌤，안녕하세요。今天我是大家的粉丝代表，所以等一下见面会帮大家谋最多的福利，然后呢也会知道后谁要去哪一间钓虾场，也会偷偷的告诉粉丝。哦，嗯，然后我要问一下呢，因为今年金先生 Doctor 这出戏在台湾非常非常的红，那里面有很多浪漫的桥段。演这种浪漫爱情的戏，你的感觉如何呢？哦，그뭐롱스토리나와도도코미디는아니었지만그렇게청춘내로그런작품들이제가예전에는되게많았었는데배우김매원한테자신있는장르가있다라고하면은저는사실로맨틱코미디장르가제가소화하기가굉장히편하거든요그래서오히려항상어려운새로운저한테어려운새로운장르에도전을하는데이번에다시수년만에로맨틱코미디를했는데반응이여기저기서너무좋아서또다음번에기회가되면은멀지않은날에한번더보여드릴생각도있습니다他说他以前呢就是那个爱在哈佛，他也是属于青春爱情剧，其实可能就是他这个经验就会比较多一些。那其实对他来讲，当演员呢，对他比较最有把握的，其实他演这个爱情喜剧，他其实是蛮得心应手的。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就故意就是挑战新的，可能让他觉得比较难的一些角色这样子。不过就这一次的那个医生们的话，是隔了好几年，就是在重新尝试浪漫戏剧，结果就是没想到大家的反应非常的热烈，所以他觉得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不久的将来再尝试一次，这个吗？我们都。